请大家坐稳来，坐稳来吼！坐在船的好朋友不要再走动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的船只即将要开出我们的八斗渔港的港门哈。那外面呢，哦，比较这个颠簸一点哈，那所以呢，请大家要坐稳来，坐稳来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船只啊，正式啊离开我们的岸边了，那朝着我们今天的行程基隆前进了哈。那玉秀呢，在这个地方仅代表我们的船家靖龙六号，靖龙六号，靖龙六号，在这个地方呢，竭诚欢迎各位搭乘我们靖龙六号，今天要畅游我们的基隆屿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船只啊，正式开出我们八斗渔港哈。那么意味着我们都已经怎么样离开我们台湾本岛，已经都出国了，哈哈。现在正在漂洋过海，要到哪里？到我们的正前方就是呢基隆屿哈，基隆屿哈。那请大家坐稳来哈，坐稳来哈，好。那现在呢，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周遭的环境哦，好。好，那现在呢，来，请大家，我们坐在船舱里面的好朋友，来坐在船舱，你们可以的话，来请起立。我们朝向我们基隆屿正前方的基隆屿看过去哈，我们常常讲像不像三分样，三分的形象啊，请你们做七分的形象。我们由这个方向望过去的基隆屿，像不像像幺七啊？像不像一只老鼠？哦，好像哦。在后面哦，好。那有人说它像一只老鼠趴在水面上，那么有人说它像一只兔子啊，对，把它的样貌呢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好，来，请坐哈，请坐。不用了。由我们的台湾人长，看看它像老鼠哈。等一下，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我们的基隆，它也会呈现不同的样貌给大家欣赏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周遭的环境哈。来，请大家把我们的视线来望向我们船只的左手边，在我们的左手边，阿内恒大贵宾有看到了一座土黄色的拱桥啊。这一座土黄色的拱桥啊，它的名称叫做社寮桥，社寮桥。哦，那么这座社寮桥在2015年6月19日正式对外开通。那么结合了美学跟力学的工艺设计，那么。我们现在靠海哦，世界都在靠海，我们就用鱼的身体下去做设计的发想，象征了鱼跃龙门哦，跃龙门。那么这座社寮桥前端就是和平岛，后端呢就是我们台湾本岛。那么中间呢隔了一条水道，叫做八尺门水道，被叫门啊水道。那么一直延伸到达我们的吉隆港哦，尽头就是我们吉隆港哦，吉隆港。所以呢，
这条八尺门水道就将我们的台湾岛跟绝美岛隔开了，隔开了，隔开了。所以呢，和平岛跟我们台湾岛它是什么？分别独立的，分别独立的啊、哦，分别独立的。那么最近的距离大概有7.4公里哦，所以呢，和平岛你看这是我们台湾呐、啊、最近的一座离岛啊，最近一座离岛。那么往后方看过去，有看到了三只非常高耸的烟囱啊，这三只烟囱的所在地是我们台湾北部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叫做协和火力发电厂的所在地哦。好，那现在呢，请大家把我们的视线来望向我们船只的来右手边，在我们的右手边远远的看过去。那么我们常常讲天涯海角，天涯海角最突出，在朦胧当下最突出，最突出的那座夹角就是呢鼻头角鼻涛盖哦。那北台湾呢、啊、有三大夹角，我们看过去的鼻头角是其中之一。那么同时啊，也请大家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哈、哦，我们现在远远的给它看过去，望向这个鼻头角，它的样貌哈、哦，很像啊，几架少几架鳄鱼。像即将口一样、啊、那有人说啊，它下面好像呢，哦，一艘军舰好像要开出去刚刚，所以呢，有人称它为军舰甲，哦，军舰甲。那么我们哦，北台湾的三大夹角之一就是呢鼻头角。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把我们的视线来望向我们船只的来左手边，我们的左手边这边的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天涯海角，最外围最突出的，现在在朦胧当下。看过去的这一幕就是呢富贵角、富贵港。那么富贵角啊，是我们台湾北部最突出的一座夹角哦。那北台湾三大夹角，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富贵角，以及看到我们右手边的鼻头角。那么还有一个角叫做三雕港哦，三雕角。那因为呢，三雕角位处在新北市跟宜兰的交界范围，所以呢，我们这一片的海域，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不到哦，看不到。但是呢，今天就可以欣赏到我们两座啊、哦、北台湾最突出的啊、哦、夹角鼻头角跟富贵角哈、哦。好，那现在呢，又把我们的视线来，请大家转向我们的右手边，我们从啊、哦、鼻头角哦最突出那个夹角，我们把我们的视线往内缩，再往内缩的当下，各位可以发现呢，临近海岸边哦，临近在我们一座突出最最外围最突出的一座山，这座山呢叫做鸡笼山。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常常点到它，基隆山之恋，给人刷起来。那么看过去就是基隆山，哦，给人刷。那基隆山呢，是我们挡风港，哦，接近台湾最高的座山，它的高度大概有588公尺。哦，那588公尺到底有多高？如果各位到台北去的话，跨流山，跨着台北101大楼。台北101大楼它的高度580公尺，我们的鸡笼山588公尺，压着咱的基隆山高过咱的台北101大楼80公尺。那么80公尺到底有多高？相当于我们盖房子啊，盖27层楼高哦。所以呢，台北的101加上27层楼高，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的鸡笼山的高度。基隆山的观众哈，那在基隆山的旁边，现在在朦胧当中啊，可以发现了、啊、有一片的住宅区，那个地方呢就是九份高坟啊，哦，九份的所在地哦，九份所在地。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左看看，右看看，以后啊，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视线来向前看哦，向前看哦，向前看，在我们的正前方哦，我们看过去的就是我们的基隆屿哈、哦，那基隆屿，那基隆屿呢？奇了怪的哈、哦，那为什么孤悬在海上？那么根据啊我们地质学家，那么依据啊假雅法地鉴定出来的结果，大概呢在102万年前，我们的基隆屿啊它是一座火山岛。那么根据研判啊，是我们的、啊、基隆火山群的一部分。那么因为呢周遭的沉积岩啊慢慢被海水侵蚀殆尽了以后啊，石英安山岩就露出了水中。哦，那因为呢北部地层抬升的关系。慢慢的，那么由海底下慢慢被抬升上来，那么抬升的过程当中啊，碰到海水的侵蚀，依照呢岩石的节理慢慢发育，就由东北向西来延伸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过去的基隆屿，它的长度啊还不到1公里。我们的长度啊还不到1公里，那么它的宽度啊，
哦，大概有400公尺多哦。那么它的长度大概有960公尺哦。那么它的宽度啊，大概有400公尺。那么它的海拔高度大概有182公尺左右哦。那么我们这座的基隆屿，哦，这座的基隆屿，它是从海底底下慢慢被抬升上来的啊。所以呢，哦，海底底上慢慢抬升上来以后呢，因为岛上没有水，没有电，所以呢，因为没水没电。所以呢，不适合我们百姓居住。所以呢，基隆屿早期从海底底下慢慢被抬升上来以后，它是一座无人住的所在。那么后来呀，发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殊。来，请大家把我们的视线望向我们船只的左手边。我们呢，远远给它看过去，有看到了三只非常高耸的烟囱啊。这三只烟囱的旁边，哦，我们看过去，现在有悬臂吊车，有没有？那个地方呢，就是为了给狼港哦，我们的基隆港哦，靠近我们的给狼港。我们的基隆屿啊，位处在那给狼港，大概呢2公里的所在，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哦，那么受到军方的重视，那么长期以来啊，有军方哦在岛上做驻防哦，那么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啊，有日军在岛上做驻防，在岛上啊建筑碉堡构筑工事，那么作为啊保卫了给狼港最佳的一道天防栈。那因为二次大战，日本啊战败撤走了以后，那么后来由国军啊进驻，哦，那现在呢，我们到1976年以后啊，我们就解严了。那现在我们的法规啊也重新有所变动。那么所属海岸边的这些呢，我们都归属那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他们所啊来管理哦。所以呢，目前在岛上啊，有我们的海巡的弟兄在岛上做驻防。那刚刚我们出海的时候，我们搭船之前，在八斗子渔港啊，我们要搭船之前，有我们的海巡的哦，这个弟兄呢，也在旁边帮我们核对人数。等一下我们再度登陆的时候，海巡的弟兄也会在我们的旁边帮我们再核对一次人数，怕我们这段期间呢、啊，怕有走私啊，或是偷渡等等的情势哦，所以呢，这是他们的责任哦。所以呢，现在目前哦，在基隆屿岛上有我们的海巡弟兄在岛上做驻防。那刚刚有提到啊，我们的基隆屿啊，它是一座从海底底下慢慢被抬升上来的，早期是一座波浪岛的所在。哦，后来呢，发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么有了军方进驻以后啊，我们的基隆屿就成为一个神秘之岛。哦，为什么？因为呢，军方进驻以后，闲杂人等啊不得靠近，哦，不得靠近，所以呢，就成为一个什么神秘之岛，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了啊、哦。那后来呢，承蒙大家的关爱，把我们的基隆屿称作什么？大义瓦的龙珠。哦，那现在呢，我们的基隆市政府也对外开放，可以观光了哈、哦。那么可以来登陆我们的基隆屿，所以我们即将解开哦，我们基隆屿的神秘面纱，我们即将要登陆哦，那么参观我们的基隆屿、哦、基隆屿。那我们呢，基隆市政府从每年的4月1号到当年度的10月这段期间呢对外开放，那么从今年的11月份到跨年的大概3月份。这段期间呢，我们就封岛，因为配合啊，我们啊基隆的气候哦，秋冬季节啊，那么刮起了强劲的东北季风，夹带的大风大浪排挤之下，所以呢，这段期间我们从11月到跨年大概3月份，这段期间我们就暂时封岛啊，为了大家的旅游品质以及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暂时封岛。那么到明年的大概4月也会再度对外开放。那么正确的日期还是依照我们基隆市政府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日期为准哦。那我们的行程同时也推出了2合1行程、3合1行程跟4合1行程，外加呢蓝色公路哦，外加蓝色公路。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是3合1的行程，如果是2合1的行程，我们就是有绕岛跟登岛。那么我们在岛上啊有2条步道，一条步道呢就是走滨海步道，走山脚下的滨海步道。那么一条步道呢是走登山步道哦，登山步道不管怎么走，两条步道不管怎么走都要原路去原路回，要原路去原路回，要原路去原路回，因为很重要，又讲了3次哈、哦。所以呢，哦，等一下，好、哦，等一下呢，我们呢会从
整座岛屿的东南侧进入。哦，那么走过一个隧道。哦，等一下，我们呢，因为今天是三合一的行程，哦，我们有走滨海步道以及呢走登山步道，这是我们三合一里面的哦两项。那么还有一项呢就是绕岛，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行绕岛。哦，进行绕岛就是我们三合一的其中一项。那么等一下登陆以后，我们会走滨海步道以及走登山步道。哦，那么沿路去沿路回以后，再回到我们的岸边，我们再度搭船，再回到我们的八斗子渔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啊、哦，今天的行程。所以我们是三合一，有绕岛、登岛以后，我们走滨海步道。登山步道哦，所以这个是三合一的行程。如果是二合一行程的话，就没有爬山哦，没有爬山，直走哦，直走那个滨海步道加上绕岛。如果是四合一的行程，我们就是有三项：绕岛、登岛、走平面的滨海步道、登山步道，外加一个蓝色公路哦，就是从我们的基隆到达瑞芳哦，欣赏了橡皮岩以及球场岩以后，沿途呢随着我们的啊、哦、那里。啊、哦，海岸线呢，欣赏我们这些的那海岸风光哦，这就是适合一个行程。所以呢，等一下哦，因为呢，我们呢，哦，登陆以后，我们要先走滨海步道，因为滨海步道很多的奇岩怪石要介绍给大家，甚至有土地公以及观世音菩萨，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因缘到达我们的基隆屿。等一下透过一休哦，我们呢一一再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来现在呢坐在船头的好朋友，来坐在船头的好朋友跟我挥挥手，好，谢谢啊，谢谢你们。你们坐在船头是海景第一排的哦，现在你们看得最清楚，在我们的船只的前方，在我们的船只左右两侧，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的海水哦，波光粼粼，然后稍微有什么有稍微有波动哦。那你们呢往前看，在你们的我们船只的正前方哦，现在呢在我们这一侧有浪涛稍微的起伏，在我们的正前方再过去那一侧风平浪静。现在呢我们坐在船舱里面的好朋友，以及坐在船底的好朋友，以及坐在船尾的好朋友，把你们的视线望向我们船只的来左手边，从我们左手边这样看过去，我们这边的海南靖平的海水我们船只经过，有没有看到有浪涛哦，浪涛起伏有没有？可是呢从那一侧过去有小船停在那个地方，那一侧就是风浪静啊，所以造成了两样情，一边的波涛稍微激荡，一边的风平浪静，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海底地形哦有关的。那因为呢，在我们基隆屿的西南侧，那么从陆路延伸到海底底下有一条海底连线，好像一座海底山一样，好像在海中的一道挡墙一样。那么每当潮汐在转换的时候，水通过这个那里哦，这个呢那里。海底人线就被这个海底人线海底中的挡墙挡住，挡住以后水就停下来，停下来了，水的能量慢慢累积上来，到某一个程度就越过这个山脊，所以呢就造就了一边浪涌一边浪静哦。那现在的这条线我们称它为换潮线。那么从我们的基隆屿的西南侧哦，从西南侧那边呢慢慢的延伸到达我们的那里台湾本岛方向哦前进。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的台湾离岛哦，是我们全台湾最特别的一个海象奇景。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看到浪涛有没有？那讲哦，坐飞轮机看天顶，坐火车看风景，坐船那边看啥？看海景。所以呢，我们这边呢看过去哦，这个波涛激荡。可是呢，等一下，我们现在慢慢的通过这一片以后，我们的这边的海水慢慢平缓下来哦，就没有刚刚我们回头哦，望向我们这边的海域。完全不一样哈、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啊、台湾离岛最好看的一个海象的奇景。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次风平浪静哦，别啊啊！那我们的右手边看过去那一侧呢，哦，波涛激荡的，哦，那现在呢，我们走到这一侧了。刚刚我们从我们的八斗子渔港出发，那么请大家起立，看一下我们的基隆，请将腰气啊，请将肚子。现在我们绕岛到这一侧，它的样貌完全开始改变。那我们从这一侧看过去，哦，有人说它像一顶帽子，一顶帽啊，哦，那么从三支烟囱的方向望向我们的基隆，它像一顶帽子。如果从九份高湖那方向，
放下不敢接你，它的形状啊，先几架金鱼的造型。所以呢，基隆有台湾本岛各个方向去看它，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样貌给大家欣赏哦。所以呢，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啊，那么基隆鱼，那么入选咱基隆上水的八个景观之一，叫做一峰首翠。那么当初啊，由我们基隆市的街长也是一位诗人，那么曾经啊作词作诗来朗诵它。那么他的意境是这样子，他说：“万水星罗绕一峰。”一峰啊，所谓绕一峰，一峰就指的我们的基隆屿哈、哦。那只有水跟天上的星星哦，环绕着它，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路的哈、哦。那么万水星罗绕一峰，一峰啊不与众山同哦，孤高千仞凌霄汉，一望苍茫震海东。那么镇守我们这片的海域哦，就是我们的基隆屿哦。那么入选咱基隆上水的八个景观之一，叫做一峰首翠哦，一峰首翠。那我们现在呢？哦，要绕岛，早期是一个军事重地，只能从台湾本岛来看它。现在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我们的基隆屿，哦，那么可以发现它有不同的，哦，它的样貌也会出现给大家欣赏。所以呢，基隆屿的水不是从台湾本岛看它，哦，甚至呢，从我们在绕岛当下就可以发现它的美。好，如果要拍照的人，把你们的手机打开照相的功能。我们现在在绕岛当下会发现的不同的基隆屿，呈现不同的样貌给大家欣赏哦。来看这里，那在我们的船只在绕岛当下，在我们的右手边有看到了一座雷达站，在基隆屿晚上有没有看到一座雷达站？目前呢正在转啊转啊转，在雷达站的后方。看过去的就是左手边离它比较近的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啊铺上来铺上来，那往后延伸把这一面整个基隆屿的这一侧从雷达站的前端这一侧给它拍起来，来拍起来，像不像一头犀牛的造型？那么雷达站转来转的后方凸出来的岩石啊，就是那犀牛角塞乌干犀牛角那现在呢，来，我们从这个方向给它拍起来我们这一侧是属于西南侧，那么沿着西南侧到达西侧、西北侧，所以等一下我们从东南侧进入那么登陆以后，我们通过几个拱坑一个隧道，走到这一侧了这次来走滨海步道，先走滨海步道，再走登山步道。所以现在在我们呢看到了第一座凉亭，有没有？在这一座凉亭的旁边，就是我们的滨海步道跟登山步道的交叉口。等一下下，我们走滨海步道完成以后，再走登山步道。因为呢，等一下走滨海步道有很多的奇岩怪石要介绍给大家。那现在望向我们船只的右手边，我们的滨海步道走山脚下，在我们的右手边前端看到呢，看到那个地方呢，有涂上黄色的。黄色色彩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步道的终点站。所以等一下我们呢先走滨海步道，甚至有土地公观世音菩萨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到达我们的基隆，等一下透过一休我们一一跟再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呢现在现在呢我们来望向我们船只左手边，在我们的左手边船只即将要通过的好吗？这座小小的岛屿叫做小基隆屿小基隆屿是我们从某一个点看它很像我们的基隆屿，好像我们基隆屿的缩小版，所以很多人把它称作小基隆屿。那小基隆屿是钓客的最爱，因为曾经有记录在上面钓有上百斤的石斑鱼，所以呢曾经轰动一时轰动那么深受一些爱钓鱼的人士喜欢，那么特别喜欢钓什么钓石斑鱼的这些钓客。那么我们从2017年基隆市政府对外开放我们外围的岛礁可以做鱼钓，所以呢一定要经过基隆市政府或是渔会的申请取得禁钓证，才可以进入我们外围的岛礁做鱼钓等一下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在步道的山脚下滨海步道的终点站拍过来背景就是我们的小基隆屿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船只慢慢看到这一侧就是属于座岛屿的西北侧，我们呢再反过去这一侧呢就是属于挡发点。那么基隆的天气长期以来受到东北季风夹带的大风大浪排挤之下，在我们的基隆屿周遭海蚀地形非常的发达，那么甚至会出现悬崖峭壁，甚至会出现海蚀洞。那么在秋冬季节，那么这边的挡发点
手刚刚启动哦。所以呢，现在我们拐过来，把你们的手机打开照相的功能。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打八饼。那么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了海浪、大自然的雕刻师日夜不停的雕塑拍景之下，那么呈现在我们东北侧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原始的造型哦。那么现在拐过来，赶快给它拍起来。这一侧呢，把它整个山形山貌给它拍起来，它们像什么？像一头长毛大象。那么看过去最突出来的原始啊，就是长毛大象的鼻子哦，它的鼻子呢深入海中在喝水哦，把它的整个山形山貌给它拍起来，有没有？从这侧看过去，那么再往上看，还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对着我们咪咪的笑着哦。最突出来的那块岩石就是那长毛大象的鼻子深入海中在喝水哦。那如果你们认真看、仔细看，我们看过去的哦，最长毛大象是最初的鼻子哈、哦，往下坠下来喝水。我们看过去，以它为中心点，以长毛大象的鼻子为中心点，看过去，我们看过去的右手边有没有看到凹进去的一个长条形的海石洞凹进去，凸出来的岩石啊，像不像？像不像？还有长毛小象伸出它的鼻子在喝，有没有看到这一侧？我们看过去的右手边哦，长条形的海石洞凹进去，凸出来的岩石啊，像不像？还有长毛小象也伸出它的鼻子在喝，有没有？那你们认真看，仔细看，看哦，长毛小象哦，上端有一块岩石的耐力凹进去，那块凹进去的图腾像不像我们台湾？拖在前面，还有第二图腾。嗯。看过去，看到凹进去那一项。嗯。看到那边。哦，那你们认真看，仔细看，你们是长毛大象最初凸出来的原始哈，长毛大象鼻子。看过去的左手边有没有看过去长条形的海石洞凹进去凸出来的原始像不像？还有一头长毛中象也伸出它的鼻子在这里。哪那么多象？我也看到了。哦，不只有长毛大象、长毛中象，甚至还有长毛小象，还更神奇的还出现了台湾的哇，这个呢，雕海基爱造型，就是我们台湾哦地图的哦图腾在上面哈。啊，你们能多拍几张，回去呢可以跟好朋友以及家人来做互动。
现在呢，我们的船只即将要进入到我们基隆屿的水域当中哈。那我们呢，常讲海浪啊，是它不能将之，那么海浪也不吝啬，在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基隆屿的水域法则之前，哦，它竟然会雕塑哦，我们佛教里面的所称的文殊菩萨跟他的坐骑一头狮子的造型哦。来，现在坐在船上的好朋友，你们要拍照，把你们的手机打开照相的功能。我们现在即将要进入到我们基隆屿的水域法则。在还没有进入到简易码头之前，哦，在现在在我们船只的来，我们拐过来，在我们船只的来右前方有看到呢，离我比较近的有一块岩石，这一块岩石呢好像呢被切开一样，哦，被切开，我们看过去的右手边这块岩石的右手边。右手边这块岩石的造型很像我们佛教里面所称的文殊菩萨跟他的坐骑狮子。那么我们右手边看过去哈，来船只的船头右手边看过去，离我比较近的那块岩石，最突出最上端的突出的岩石啊，像不像文殊菩萨的法髻？然后呢，岩层裂开向前端的部分呢，就是他的脸，他穿着一件披风，那么侧坐在一头狮子上面。那么后端突出来的岩石就是狮子的耳朵，我们这边的看过去，凹进去的岩石啊，很像的狮子的眼睛，凸出来就是它比较好看。那么赶快给它拍起来，哦，这个呢就是呈现哦佛像里面所称的文殊菩萨，跟它的坐骑狮子一样哈。那我们慢慢的船只进入到我们基隆屿的景区码头哈，我们每一天呢、啊、开放的人数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宿舍防晒要做好，那么水要带充足哦。那我们早上没有卖东西，我们船只有提供，我们有冰镇的水，以及呢我们普通的矿泉水哈。那么不，他要贴那个，至少要带两瓶，因为等一下要登记晕船那个。哦，水要带充足，大概呢先带两瓶。是要的。那如果再需要的话，再下来，我们在登船的时候再来拿，哦，再来拿到。那我们搭乘的船只叫做晋荣六号。晋荣六号，我们呢来约这个时间，在这个搭船的时间，我们1点钟来听好，各位我们要听好，等一下我会讲，等一下1点钟我们在岸边集合，1点钟之前回到我们的岸边，哦，我们再度搭船哦，一点钟哦，我们再度搭船。现在呢，可以把我们救生衣脱掉，坐在我们船舱的好朋友，你们把你们的救生衣脱下来，放在我们船舱的椅子上或是桌子上都可以。那么坐在船尾的好朋友，坐在船头的好朋友往回走，把你们的救生衣脱下来，放在高处的地方，各位看管的松展哦就可以了。坐在船底的好朋友。你们东西要带着哦，你们东西要带下去啊，因为有我们的船只，还有其他的任务要执行啊。对。